着白色帆船，游客乘风破浪出港了，来到海中央切换玩水模式，跳水了。扑通一声跳进海中央，真的很过瘾。三五好友揪团玩水，在小琉球不用人挤人，自己拥有海上空间，搭上彩虹马享受日光浴，可以带上蛙镜浮潜，一探不一样的海底美景。当然，还可以加购水上活动，玩水上丽江，超舒服，而且不用自己从港口滑出来，直接就是在海中间就可以跳下来了，很棒哎、！既紧张又期待，又害怕。包船费用4小时，费用大约25,000到3,000元，可以揪团16到18个人同游，还可以在小琉球海上环岛一圈，从不同角度欣赏花瓶岩，还有看起来超像企鹅的天然大石头。船长免费导览生态，要让游客有贵宾级的玩水体验。就是我第一次出来船前，船可以把我们直接带到定点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下水玩。小琉球不论季节，一年四季都适合玩水，海水水温温暖，还能够和海龟共游。私人包船包套行程，成了小琉球最新最夯新玩法。记者张春华评论报道。里面呢，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而且呢没有污染，儿童、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。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机呢？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。